潇湘几地，权贵之交，孕育着一处钟灵毓秀的神秘宝地。这里，红色基因薪火相传，丹霞峰林雄冠亚洲，最美洞寨享誉华夏。通道。这里铭刻着一段光辉的红色记忆，通道是红色文化之地。1934年12月，中央红军召开通道会议，做出了转兵西进贵州的伟大战略决策。于重重迷雾、艰难险阻中拨正前进方向，万里长征在这里实现伟大转折的开端。通道成为走向胜利的好运之地。这里泼墨了一幅灵动的丹霞碧水画卷，神奇通道犹如一块璞玉，大自然用鬼斧神工在这里造就了天然而壮美的山水画廊。一丛万佛群山，一曲玉带流觞，交汇着赤壁与碧水的宏阔与婉转。登临山顶，赏峰峦俊秀，观云海磅礴，探林泉幽深，看绿荫茫茫，真可谓远近通达道，进退返逍遥。这里流淌着万千神秘的洞家风情，吊脚楼、鼓楼、风雨桥相映成趣，让你同频感触着镶嵌在平坦河畔、千年洞寨均匀而平静的呼吸。这里的一桥一路、一楼一宇、一砖一瓦、一石一木、一花一草，都诉说着古寨沧桑的故事，记录着洞乡千百年的变迁。听扑面而来的芦笙、琵琶，洞歌音韵悠扬。闻合拢宴上酸鱼酸肉与美酒的质朴醇香，这里是最美洞寨，欢乐洞乡。岁月红，生态绿，民俗古和谐共生，历史之美、自然之美、人文之美水乳交融，神奇与浪漫在这里邂逅，恬静和美好与此刻同享。不良至美洞寨，新归水墨家园，圆梦通天大道，从此皆为坦途。红色通道，好运洞乡，欢迎您。